回到台湾跟回到家一样。嗯，小飞哥，想问一下，这次来台湾是要做什么事情？有跟 S 姐见过面了吗？你都辛苦了一天了，真的。对啊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们在这边，差一天在这边订房。没有，不会，哎，你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明姐明姐，我觉得大家辛苦了，一天，所以我特意没有去地铺去下车。等这么久，然后大家辛苦了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回到台湾跟回到家一样。早点回家睡觉啊！谢谢小飞哥，谢谢。